夏天又来了，力猴风虎对金门有承诺，所以跟着夏天又回到了金门。沙虫说，世界上的任何两个人，最多只需要透过六个人，就能产生连结。透过六个朋友的朋友，就可以认识你最想认识的人。我昨天看到网络上说啊，任何两个人，也就是这两个人，只要透过六个人就可以产生连结。什么连结啊？互相认识啊。金门才多大，你想认识谁，这边找个人问问就知道了。哎，不是只有金门，只要是地球上的人，不管是小马哥、周杰伦还是蔡依林，都可以透过朋友、朋友的朋友，或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、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。反正就是透过六个人呢，就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扯上关系了。哎、欸，那有空帮我叫王建民啊，看能帮我要个签名球、啊。来来来，吃西瓜了。哎，路哦，不要一天到晚上网，哎，电脑是哦，防盗用的呢。啊。喂，您度假逛的呀、啊？叫那个什么，那个梁朝伟来这边啦、啊，住个三天啦、啊，我们民宿就红了啦。不要一直想偷吃西瓜嘛，西瓜是给房客吃的。我也是长期住在这房客啊。对对对，你长期住在这家白吃白住啦，18年了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啊，来，把你奶奶，吃片西瓜。哦、谢谢少虫妈。偏心啊？什么偏心？你懂什么啊？哎，人家阿宽啊很乖的哈，煮饭洗衣啦吼，还打工赚钱呐，有空来帮我整理民宿。阿丽嘞，我在边啊困靠有眠呐。嗯，好，效果好吗？嗯，我个人上下拢在遐靠边呢。哎、欸，靓女靓女，阿宽阿宽，最近网络上很夯他的影片哦，美妖女的，只要透过六个人就可以跟他认识啊，哎、欸，你是鬼哦，加加一挂吼、哦，较袂下面啦，啊，地球是圆的啦，大家小拄会着啦，没有啦，小拄会着啦，啊，人白衣吼、哦欸，啊，你白七，啊，七千伊偌济，六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拄拄啊好，连结。那不是钢管啊！哎，老镜头啊，出出未去。哎呦，啊你知是啥物人啦？迄姑娘咧遐水啦，啊！你大兄的祖囝啦，啊我放暑假来金门佚佗。啊你哦，哎阿宽啦，阿宽啦，
哎、欸，阿飞伯，哦，你是臭鱼人啊？还是鱼仔仔拖大恁十条咧？我叫阿大声，你无听着？歹势啦！阿飞伯啊，阿无你无闲啦，你先来去。关，哎，菜提两支啦。哎呦，大概食你的菜我会歹势啦。歹势啥啦？这开钱的你咧，啊你定替我送菜，无你甲我提工钱啊？这个。无啦，我是讲大刚食你的菜我会生啦。你讲，你在讲。这么热天气还陪你来好好自己哦，阿关啊，我跟你说，我是你这辈子最好的马姐，有什么好看，一定要跟我分享哦。杀虫蛙，杀虫，手足相残啊！杀虫，我正好看到那个，哎，你看，不寻常啊！一个女生独自来到了金门，然后一个人孤单地走到海边，然后一个想不开跳向大海，就跟人生 say 拜拜。唉，风萧萧兮，风萧萧。哦，这手机的主人有去过101哦，这次好不好玩？哪里捡到的？清水国小门口啊。淡水，没有我们水头村美，夕阳也比不上我们池湖。虾，这今天也要拍哦。哎，搞不好有火辣自拍哦。总统府。哦。可惜没有小马哥。哦，看你故意了。哎呦，好大一只恐龙妹哦。嗯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把信卡拿出来啊！难道要等恐龙妹打来啊？跟我面交，免谈。嗯，给你啊。这不太好吧？啊，你手机不是没有照相功能？这不是我的。谁捡到就谁的嘛。喂，不是，是你的手机在我这。啊，是个胖子。是你啊，我那天我小姑姑在我的时候，阿飞伯叫住你啊。你的手机，谢谢，幸好是你捡到的，也幸好你帮我把它接住。嗯，不是我，不要动。嗯，嗯，跟公司也一样可爱。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六度连结，我透过六个人认识了你，阿辉贝啊，你姑姑、沙虫、
杀虫妈、手机，还有风师爷。走啊！哎，你先坐一下。哦，好。哎，沙虫妈。那沙虫没有去找你哦？没有啊。嗯，奇怪，他说要去找你，不然去找谁啊？你说的。哎，那女孩子是谁啊？是呀、啊。网络上的北一女啊。很笑哎，那写网络上的北一女哦。哎，你一辈子吃冰了、哦、不用钱呐、啊。谢谢沙虫妈。哎。老板娘请客，这样吃哦。谢谢。你住姑姑家？是啊。我来这边做什么啊？你呢？我金门人啊，我叫林明宽，今年刚满18岁，读金门高中。是哦。嗯。所以对金门一定很熟哦。嗯。那你有空的话，你要不要当免费导游？导游。嗯。可是我只有脚踏车哎，沙虫摩托车，那我请他当你导游好吧？摩托车我可以跟我小姑姑借啊。嗯，对。我叫陈文清，文章的文，青春的青。我知道啊，我在庄园弹钢琴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在网上很红啊，我有个超夯的、欸。真的是他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要不再来一次？好啊。来换个口味好不好？嗯。哎、欸、哎，快快快快！哎，怎么认识他的？就透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啊，透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，那你不是只有我们沙虫一个朋友哦？哪来那么多的朋友的朋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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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？精彩都被你浪费掉。哎，你明天想去哪？嗯，看金门哪里美，我就想去哪。只要是美的东西，我想把它拍下来。那为什么不用相机拍，用手机拍啊？那比较方便啊。哦。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你看喜鹊的窝，哎，一次来两个，那里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。赶快收下来啊。好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有做到吗？有。哇，像你们金门喜鹊这么多，牛郎跟织女不就可以每年过七夕了？干嘛？我们的秘密基地变成公证了。干你啦！来个白木啊！妈的！北女的对不对？哇，好厉害哦，还挺不错的啊，在一桌。我说永远爱静。才不信！哇，好帅哦，换我！靠，你们在我钓法上乱画什么？沙虫吃沙球，真是有个球啊！你在干嘛？你以为你们是金榜不知名啊？这碉堡是你们的，笑死人了！你有办法就叫金榜部下个公文来，碉堡就是你的。对啊，靠，有种就来变一个啦！赢的话谁就是碉堡的主人，输的话以后都滚开这里啦！我们老大没有不敢的啦，我输了才算。干，不要变啊！不怕虎。妈的，你说的，真给我过。这里有颗地雷，谁敢踩上去，谁就是碉堡的主人。怎样？不敢了、啊？我们老大没什么不敢的啦。谁的？你到底有没有脑子啊？要站你先站啊！他妈的，我就不信你敢站进去。
阿关，不要啊，阿关，不要，阿关，不行啊，会出人命的。这个疯子跟他妈一样，是这样哎。阿关，不要，阿关。输了，没用，输了。怎么没报啊？三根大头钉怎么报、啊？所以这不是真的地雷吗？是地雷啊，不过是那时候我们玩野战游戏时候留下的地雷啦。吓死我了！这次集队敌军，哇！飞飞官，哇！黄志忠，四只手术碉堡，捍卫我的秘密基地！哇！今天真的很谢谢你。那你明天有空吗？今天不当导游。明天，我跟沙虫要去海边打工哎。海边，嗯，那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？啊，不方便啊。也还好啦，我们自己就是老板。自己就是老板？嗯，真的假的？那你明天还在我？哦，说定了。嗯，明天见。嗯，明天见。金门第一痴情男，你要去看阿文嘛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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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刚阿文在门口，我就注意咧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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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较水滴哦，啊！你今天认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从台北来的。是沙虫先发现他的。放心啦，我不会喜欢上他的，反正人家也看不上我。彩哥，刚出去啊！你爸有交代，天气很热，中午前一定要回来哦。好。要每天练琴。嗯，知道了。拜拜。这就是你们的打工啊？是啊，有多少挖多少，不用成本。有挖挖挖挖，有沙虫爬沙虫。无心，无心，都无靠得啊。阿宽的生活费啊，跟学杂费都靠他们，所以阿宽是金门的第一柯南。哎，嗯，你手机里面的另外一个女人谁啊？哦，我同学啊。哼，我以为你只拍美美的照片呢。哎，不准骗我同学。嗯，给你。直接吃啊。怎样？青岩丁啊，青岩丁，咱台湾雄鸡啊！我还要。你叫沙虫，我要给你吃啊。好，我要最大的给你吃。来来来，江生丁，江生丁，让来各位爱你的助理。下午我带你去慈湖逛逛。下午？可是下午我不能出门，太阳太大了。哦，你们女生很怕晒呢。
晒黑点才健康啊。你看你，才晒一下就红红一片一片的。喂，找到了，排队。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长那么奇怪？它叫后啊，又叫夫妻鱼。夫妻鱼，好美的名字哦。因为他们一旦结成夫妻啊，公的后就会趴在母的背上，然后每天如影随形的，直到死为止都在一起哦。哇，好浪漫哦。一点都不浪漫好不好？我最看不惯公的让母的背，应该是公的背母的才有男子气概啊。男生本来就应该保护女生嘛。大男人。哎，我是看那个动物星球频道，什么青蛙、乌龟，还有那个瓢虫，都马是公的在上面，母的在下面，看了一点都不开心。喂，他们在交配好不好？那我带你去不用晒太阳的地方。我不去哦。哦，你不去，那我也不要去了。可以说，金门到处都是坑道。这次你们这些建工省女生来玩，不要说是太阳，连炮弹都打不进来。这里该不会出现那个吧？上！哎呀，怕什么啦？又会被你的叫声吓跑。那我们会不会迷路？不用怕，这边眼睛闭着都会走。哎，要不要听听坑道鬼故事啊？不要。怕什么？这样才有临场感啊！阿爸，讲一个。哦，从前。哎，你不要讲啊！那我们唱给你听啊。好啊。好吧，来预备。好，预备，上！青年英俊，立志尽忠，大志提醒我的手中。坚持是本事。这学校歌。知道太阳公公的可爱了吧？哎，这里有一尊风师爷。嗯，风师爷是我们金门人的守护神，非常灵验哦。你看他手上拿什么，就代表管什么。手上如果拿着笔的话，就代表可以求考运、求功名。是哦，那管爱情跟长命百岁的拿什么？拿颗球吧。球？为什么？有求必应啊！这样，睡啦！哎，走走走，出去看夕阳。好哎、欸。哎，我不去了。哦，不行，你不去，那大家都不要去。你站上去，来自台湾美丽的姑娘，你已经被恭维了，敢放下你手边的武器，跟我们一起唱歌去！好大声哦，换我。嗯，哎，快点，赶快上去了。不要、啊。快点，你很不干脆，快点。不准再说我不去，有听到吗？没听到啦，人家心脏好好的，马上把声音喊出来，大声一点。阿宽，我有点喜欢你。喊出来，大声一点。
走。啊，如果你知道爸会离开你，你还会疼吗？他说他喜欢我。你放心啦，我不会像你那么笨，而且我也不可能丢下你啊。没关系啊。那今天有没有空？我们去京城逛逛好不好？你到时候我们带你去好了。可是我喜欢骑脚踏车啊。那你可以自己骑啊。我又不会骑，会骑的话我早就自己骑了。这个不在吗？不在拉倒啊。那我自己走路去了哦。可是我脚踏车后座是用来载货的，又不是来载人的。没有关系啊，那你就把我当成是一瓶超大的高粱酒，无所谓啊。你还是叫沙虫载你去好了。哎，你金门人是不是都很像前面那些反登陆装啊？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你根本就不懂金门人。你们台湾人才像后面那片草地呢，你看，里面全都是地雷，一不小心踩到就粉身碎骨。才怪欸！你知不知道来金门的不是过客就是游客？来这里当兵的阿兵哥，恨不得赶快当完兵就离开金门。游客呢，买了菜刀跟面线，拍拍屁股就走了，根本就没有人想留下来。还是只有鸟对金门有眷念，每年时间一到了，就会飞回来这里。没有飞回来的只有一个原因，就在路途中死掉了。到阿宽呐、啊，阿宽因老爸是台湾人，来到了金门做兵，然后是识到因老母，然后有生了两个人结婚，时间过了真紧。阿宽他爸回去台湾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哎呀，人阿宽都无厉害啊，你搁人害啥？小金啊，走，来最爱的。红豆牛奶冰，谢谢，谢谢大哥，家己去点你。好，嗯。快点媳妇来哈、哦。哎、啊，你叫咱仔仔哦，你就是了厦门哦流过来金门版的桃太郎啦，摸摸他都上啦。赶快吃。沙虫妈，房间都整理好了。整理好了，整理好了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小新等你很久，他想去京城逛逛，带他去啊。你让沙虫去就好了，我等一下还有事。哎、欸，你还有什么事啊？明天是涨潮哎、欸，你要用去挖沙虫吗？一起去啊！我等下帮阿伯送菜，还要送快递啊。金门是个岛，怎么样都顺路啊。对啊，要去就一起去啊，不然就算了。那就算了。哎，你等，等。你叫沙虫，不是叫跟屁虫啊？什么跟屁虫？你看不出来哦，小青喜欢阿宽哦，啊？你刚插什么回啊？你来。OK，
请照计程车跳表，谢谢。走，呵呵，你们是挑战选。阿辉伯，哎，要不要去看阿辉嘛？我都在听候你嘞。原来厉害呢，熟悉无偌久啊，你出来散步。无来嘛，我袂讲啊，要替送菜啦。哦，你哦，来，好啦。你开放来笑吗？谢谢。啊，我先来走啊。好啦，好，骑车较顺利啊。嗯，知啊，知啊。阿辉伯明天的话要去哪里啊？去看阿辉姆妈。阿辉姆？嗯。阿辉伯啊，和阿辉姆妈是我们水头村工人最恩爱的一对夫妻。阿辉伯啊，在酒厂当酿酒师，他酿的高粱酒是最上等的。他常说，恋爱就像喝高粱，香香羞羞胖胖，坑撸骨是撸孙，撸嘴撸港湾。五年前，阿辉木马过世了。阿辉伯啊，每天都会去墓园看阿辉木马，跟他说话，整理他的墓园，而且他会在墓园里种满他最喜欢的花哦。阿辉啊，我来啊。你哪会早就这样回来？无啦，你莫有白讲啦，是讲要来甲你看的啦。阿伯，哎呦，你好你好，是讲要来看你回门啦。啥？回门？嗯，这就是回门啦，这是蒙阿伯呢。哟、哦，蒙阿伯，你哪敢来啦？哎、欸，那里有百合花哎、欸，好漂亮哦、喔！我看到百合了，这是百合花。我阿辉哦，上喜欢迄款的花啦。这花阁真芳诶，好漂亮哦！我在忧愁时想你，就像在冬季想太阳；我在快乐时想你，就像在骄阳下想着树荫。这是谁的诗啊？雨果啊。我想，阿辉伯他一定是很思念阿辉母。为什么？你看。所以到处都种满了相思树啊！哎，阿宽，如果啊有一天你喜欢的人离开你，你还会一直想他吗？不会啊，既然选择离开我，为什么要整天想着他？我妈就是因为太想我爸才……可是有些人会离开，也是因为逼不得已啊，就像候鸟一样。时间一到，他就一定要飞走。阿甘宁，哎呦，阿甘宁哪会撞出来？阿甘是几厘吧？哎呦，唔通啦，唔通安尼啦，你紧倒啦！哎呦，唔通安尼乌白乱摆啦，唔通安尼紧倒去啦，紧倒去困啦！哎呀，叫你啊，紧打电话叫阿官来接伊老母来啦！
喂。喂，阿宽，我是小林，你妈叫我去电饭，赶快过来。阿宽，阿宽。不要碰他，所以他会咬你。没关系，我不会怕。刘伯磊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休息一下好不好？要不要先回去啊？等一下涨潮就回不去了、欸。你先走吧，我叫沙桶来载你。要走就一起走啊，不然……好了，那就算了。你不要难过了啦。其实你真的很了不起啊，阿宽，不要难过了。我爸丢下我们之后，我妈不久就崩溃了。我最怕中文科要学我的母亲，美术科要画我的妈妈，我都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画。还是就觉得好像是我脱光了衣服，一丝不挂站在同学面前，每个人都在笑我。没有人会笑你的啦。我要恨我爸，为什么要杀我们？所有来金门的都只是过客。我喜欢你，但是我们不可能在一起啊，因为我一辈子都会关在金门这个岛上，你知道的，我总是要背着我妈，我不是过客，我绝不会让另外一只父亲于死的。
总是会想起我们第一次的相遇，你的微笑那么甜，我们陌生的不敢靠近。那时我没想过有一天会是你陪我分享我的心情，带我飞，我的世界因为你而放弃。是你包容我倔强的任性，拥抱我留下来的泪，是你带我飞向每一个角落。阿宽，让我看见天空多辽阔。要是你的环境不好，你就不敢放心去爱一个人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牺牲一切去爱一个人是很幸福的。我习惯了你的脚步，跟你用同样的速度，习惯了你给我的名字，能不能就这样让你的天使一辈子。我习惯了你的肩膀，是我最温暖的依靠，习惯了你给我的翅膀，在你的世界自由飞翔。我习惯了你的脚步，跟你用同样的速度，习惯了真被你给吓死了，天快亮了才回来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啊，我怎么跟你爸交代？小姑姑，你不要跟爸讲啊。你哦，做事啊要有分寸，不要玩疯了。对不起嘛，昨天阿宽那么可怜，他那个样子，我怎么忍心不理他？我知道你跟阿宽是好朋友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们两个以后要走的路是完全不同的。
受别人邀请他去。对对对。你看，海平面斜斜的，拍起来也很美耶。你的脸侧一边也很美啊。我被太阳晒得红红的，哪有什么美？你晒太阳或是害羞的时候，就好像是喝了高粱酒一样。是吗？嗯。那你看多了会醉哦。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嗯，走啊。嗯，好了，OK。你写错了啦。哪里啊？中间要一撇啊，不是要两撇的。是五，不是五。亏你是金门人哎！哦，才长一点点而已，干嘛计较那么多？哎，你金门人幸福哎，就很像那个《桃花源记》里面那群离群所居的人。有像吗？有啊。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，很像啊。那你台北的家呢？哦，像鸟笼。我们明年暑假等你回来。嗯。千万不可以忘记我们的。你绝对不会忘记。也不要忘记我们哦！你们还敢来啊？为什么不敢？用三根大头针就想骗我们？我让他们跟你算了。放开他！你说放就放，那我们怎么混啊？你到底想怎样啊？敢把我李靖弄这样，我也不出代价。放了他！要放他，可以啊，跟那天一样，有种的就给我走进去，死了算你倒霉，没事少条腿算你命大。怎样？怕死啊？阿坤，你不要听他的。我怎么知道人放了他？比我们老大当假的。你走上去，我们就放他。男人，算还算？走上去，我放了。阿坤。找你干嘛？找你别做傻事啊！真的假的吗？
们！金门高中一名男同学今天下午游到私人恩怨，为了解救朋友，竟然闯进地雷区，误踩地雷。三重，站住啊！三重。所幸地雷并没有立刻爆炸，军警出动爆破及扫雷小组解救这名男同学。经过。起码你两安哪里？家亲家安尼？啊？哦，哎，你俩七月半啊，唔知死活啦！世界人无放假赛会呢？哦哦，啊啊！妈妈妈妈，哦，妈妈话啦，哦，你好搞命呢？啊，好佳哉，你地雷无爆炸，啊，无若爆炸，你即摆要卡死你朋友啊！啊！手走了，家就家倒转啊！何伟伯，啥什么？我唔对啊，太冲动了。你也同款啊！你想看卖？假使你若发生代志，是啥物人要来照顾你老母啊？啊？少年人做代志，还是我想看卖咧？过去呀！你过去呀？无啦。哦。休文杰，到休文杰了。哦，休文杰好啊。娘咋的啊？哦。哎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一起受罪了。不关你的事。对不起，因为我也喜欢小青。我知道啊，我想跟你公平竞争，但是我知道他喜欢的是你，所以你最好给我好好照顾他。你是我最好的兄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把小青让给你。可是无权这样做。哎，我们总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断交吧？烦死！你们金门的夏候鸟吗？一般人叫他们夏日精灵，但是他真正名叫丽猴风虎。丽猴风虎，这奇怪的名字啊！每年夏天啊，他们会从南方飞回金门，然后在这边结婚生子，而且他们是一夫一妻制的哦。哇，好浪漫哦！他们比人可爱多了。以后都不要再做傻事了。昨天我真的差点吓死。怕什么？顶多炸断一条腿啊。顶多。用杀虫的一条腿换你的一根手指头，值得啊，值得。笨蛋。哦。宽。谢谢你。我真的好喜欢今年的暑假。那我们去过的地方，你最想去哪里啊？除了坑道以外，我其他都喜欢。那我们明年暑假就不要去坑道了。来这里，只是让你做这样的事情，当初就不应该让你来的。好了好了啦，没事就好了。我要你来，是要你养好身体的，不是来鬼混的。
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怎么对得起我呢？对不起吧，可是我从来没有这么自由的快乐过。阿宽，我有事情，所以要急着回台北。明年暑假我一定会再回来的，一定。真过分，怎么不跟我讲一声？过客过客，都是金门的过客。你不会就这样丢下我？我知道，我全都知道，你永远是最热络的我。不要让我在夜里担心害怕。在日出之前是红眼眶。真是过分过分过分哦，都一个礼拜了，一封 email 也没有，手机也不通。阿宽，你有信呢？阿宽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用电脑不方便，所以到现在才写信给你。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要对你说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说得清楚。因为有你，所以我去了好多美丽的地方。因为和你在一起，才明白阳光有多温暖。我真的很想念你，每分每秒都在想你。阿宽，我们要做一对快乐的夫妻鱼哦。叫沙虫少打电动，我介绍我同学给他认识。现在功课比较重，我都没时间练琴了。下次弹不好，你不准笑哦。你要等我暑假回去哦，夏日精灵回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回到你身边了。
叫什么？嗯，吃饱了没有？嗯，我爸妈洗完澡了。哎，你看啊，人家阿宽啊多乖啊，等我以后老了哦，如果中风了，要请你来帮我洗一次澡哦。我看哦，真拼呢。好啦好啦，等你电话再讲啊。我们家洞网咖又不是房客，每天一封信，肉麻但有趣。又寄来了哈。你怎么在 email 告诉我你今天回来？给你一个惊喜啊！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里面？听到你钢琴声啊。那好听吗？嗯，好听。那这一年你过得好不好？嗯，还好，只是我每天都在倒数，每天数，每天数，好不容易终于放暑假了。以前呢，我就坐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倒数第二排，然后沙虫坐在我前面的左边。我们国小就是同学了。哎呀，我不太会说，哎，这样很怪。你就多讲一点啊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啊。你就随便讲，你想要什么就讲什么啊，快点。哎，阿宽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不要拍了，你的嘉宾都快融化掉了。嘉宾是谁请客的？讲讲讲讲，当然是我杀虫喽。不是他啦，是我啦。大家好，记得哈、来金门玩哦，一定要来水头这边哦，杀虫民宿一级棒，一级棒。你是怕公狗哟？一万。什么怕公狗啊？你不是说要拍那个什么？什么放在部落格上面那个哈、做宣传一下啦，沙虫民宿一级棒。我很拍，我不公平啊，换我拍你啊。好。好。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嘉宾？我喜欢吃花生口味，土豆花生，好吃。你不喜欢吃红豆牛奶的吗？就换个口味啊，干嘛都吃一样的？吃久了会腻耶，懂不懂啊？超好吃的。等一下我们去坑道玩好不好？天气那么热，去坑道超凉的，走啊。不忘小青，不忘小青，你真的不会忘记吗？永远？当然啊，我每天放学都会去你姑姑家绕一绕。为什么？
就去围墙外听看有没有钢琴声啊。你很傻哎，我每天在台北念书，怎么可能知道小姑姑家？我不是每天都有寄 email 给你吗？反正就想去绕一绕啊。笨蛋，不拍了。怎么了？笨蛋有什么好拍的？哦。嗯。哎，吃饭时间到了。有点热啊。你们两个抱在一起，不嫌太温暖啊？你来干嘛啊？救命啊！阿宽，我发现哦，这一年来，你在我家退了兵，好像都没付过钱呢。因为我乖啊。放学都会去你姑家绕一绕。为什么？就去围墙外听看有没有钢琴声啊。你真的不跟我回台北吗？我也想在这里多待几天了。不然大哥，你就留下来住两天嘛。爸，阿宽是个好人，真的不用担心嘛。我知道。拜托嘛，你就让我在这里多待几天好不好？你要多照顾自己的身体啊。嗯，知道。红豆牛奶冰，谢谢。我喜欢吃花生口味，土豆花生好吃。除了坑道以外，我其他都喜欢。天气那么热，去坑道超凉的。走啊！做白日梦啊！一个人在干嘛？找你找半天，小青也在找你。多大？
电话也不接。是不是不喜欢人家了？那接下来这件事应该就不会介意吧？妈的，找死啊！都干了，应该是等朱阿跟李静他们。要不要找小新出来？真的对他没意思的话，没意思的话，我陪他接手，我怕他怕很久。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是什么事？就是把小新的手机给了你这个猪头。但是小英她喜新厌旧就喜新厌旧，不要看她那么多。摩托车借你，载她去玩，有多远骑多远，少在我面前出现。回去会被你姑姑骂。如果暑假永远都不要结束，就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话，那该有多好！每一条路都一定要有尽头吗？大了吧，头发乱的，脱的，我还是笑，面前的都是。阿玉贝，阿玉贝啊，你跟我跟我较好。你搞代物件拢带啊，有米啊、罐头啊、沙油啊、米粉啊，啊，搁有一挂豆油啊，啊，拢先搬了啊。哎呦，阿玉贝啊！你要保重呢，军军你较济啊，我先回来啊，好。
怎样？想上去吗？不想，反正涨潮也上不去了。我现在终于能体会一般人只要心情不好都会想来看海。你心情不好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在这里吃喝玩乐，怎么可能心情不好？而且要你陪我。再过一个星期，我的暑假就结束了。嗯。牙宽。嗯。这次我玩过的地方，你最喜欢哪里？嗯，你呢？我喜欢啊。有比去年暑假还喜欢吗？嗯，还喜欢啊。你还像去年一样喜欢我吗？点喽，可是还是要多喝水哦。好，谢谢，不会，谢谢啊。嗨，拜拜。怎么听到要多喝水啊？好了，哎，管啦，我讲的话你拢会记吼？知啦。好，你去去。阿伯中啊，好啦，好。阿管啦，嗯，爱记啊，去去甲转来，拢爱行正秋平一条路。唔通行倒手边一条路，你知？好啦好啦，我知啦。嗯。阿辉姆啊，阿辉伯感冒袂当来，伊叫我替伊家去看，伊阁叫我问你，伊昨工看了有好无？天哪、啊，阿强甲你讲吼，你啊保庇伊身体健康吼，啊无伊带伊做伙走啦，两人做伙睏嘛较温暖。你若报名啊，摊棉被啊吼，伊嘛再会再帮你搞好啦吼。你莫有白讲。阿辉姆啊，阿辉伯对饲料够好诶，伊真正保庇伊身体健康哦。嗯。好啦，行啊行，我要死。啊，好啦，行啦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哎、欸，阿辉伯叫我们右边来，右边回去、欸。你们帮帮忙，刚刚已经绕了一大圈了，你不累？我累。一定要飞回去，即使死了都要飞回去。爸，请你答应我。喂。我在机场旁边这边。嗯。到底是谁？
为是被识破。是啊。小静，陈文静，我是小静的双胞胎妹妹。那小静，去年从金门回来不久，又发病走了。那就一没有了。是我姐在死前写好，一共200封，就每天寄一封给你。我姐在3年前得了红斑性狼疮，身体一直不好，病情也越来越严重。本来我爸是希望他来金门养病的，谁知道他遇到了你。明明知道自己不能晒太阳，不能太劳累，却还是每天跟你出去。我今天说话跟你有约，就让我替他来赴约。虽然我跟姐长得一模一样，可是我们却喜欢不同的东西。他喜欢肖邦，我喜欢贝多芬。他喜欢百合，我喜欢玫瑰。但唯一相同的是，喜欢你。而我也喜欢上阿宽。我姐坚持死活要葬在金门，不管如何她都要飞回来，就算死了一定要飞回来，这是她对你的承诺。这是你的阿武，把他的手机还给你。夫妻于死的。你晒太阳或是害羞的时候，就好像是喝了高粱酒一样。再多给我力量，足够了你在身旁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光牺牲一切去爱一个人，是很幸福的。曾说的话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会跟着夏天回来吧。只要我飞得动，我就会再飞回来。那万一我没有飞回来的话，记得你也不可以生我的气哦。
说的话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雨会用尽全力回来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不会就这样丢下我。今天比我较早，那有。哎，金门第一痴情男嘛，应该换你做啊啦。嗯，后辈别甲我亏啦。嗯，我同意啊，你嘞。我哪会敢甲你争啊？你看，遐水姑娘啊，伫咧爱你，连死啊都倒转来金门甲你做伙哦。阿、啊、快，你是好气啦。嗯，互人足心塞的啦。嗯，是了。阿伟伯啊，听下甲阿伟妈问好啦。好啦好啦。小静，我昨天晚上在双里湖看见了两只水獭，超可爱的哦。沙虫说他不相信我看到了，还说那是大老鼠还是水鸭之类的。今年的高粱黄得更漂亮了。上车，怎么是来载我、啊？阿宽嘞？摩托车不借他，他怎么可能来呢？小气鬼！哎，上一次已经让他了，这次大家公平竞争。曾有
伴。雨停了，我记得那道彩虹，拥抱着海面上阳光的笑容。我记得那一年最美丽的那个夏天，等待着候鸟轻轻唱着下个晴天。轻轻唱着